所以有穿的就是员工，其他都是眷属。对啊。有规定一定要穿。金波鱼我要跟你杀，我也有一只。是，那当然最重要的是，在今天我们的舞台呢，也准备了一系列非常精彩的一个节目，所以大家在玩的过程当中，请记得一定要。头发很凌乱的，看起来狼狈，那也不用太在意。拍照片帮我们就是要筛选过一下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看看呢，小朋友是不是都很有精神？大家呢，今天来到这里，这里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，今天呢是一个家庭日的活动。是我们的请问谁更有精神？我呀！好，选一个小姐姐，你们来坐下。你没想到你就来吃甜头，你来一个嘴上也有一道菜头。牵手牵手，走着这一路你向前走。好，大家先对大声哦。小朋友，你们知不知道夏天都要吃一种是什么？舞台其实因为待会呢大家都有看到哦，我们还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呢会在舞台上呢跟大家见面，一定要等
上去，不要再撞姐妹妹，上去上去。